TV 一号台裁判员温龙，记录裁判员刘凯、彭向瑞，运动员于宁、景耀。下面比赛开始。于宁你好，景耀你好，请双选手争夺开球权选，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请要获得开球选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观看景点乔氏杯2017中式八球大师赛分站赛杭州站的比赛。第一阶段352进176双败淘汰13至28组第十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穿深色上衣的来自吉林的景耀，对阵屏幕右侧穿浅色上衣的同样来自吉林的于宁。大家上午好，我是阿苏，苏新元。大家上午好，我是张庆勇。张指导，上午好。阿苏你好。嗯，比赛采用13局7胜80分钟限时。两位选手现在冲球的景耀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式八球的老将，长得帅，球打得好，非常绅士，球风人品没得说。他的对手于宁啊，这个很多很多的爱好者也非常熟悉，也是中式八球的一个资深的球手，经常在咱们这个分站赛里出现、啊、嗯，本身他也是经常在咱们这个裁判王百涛王裁判长这个长春俱乐部里面经常练球的一位球员，嗯，而且都是在长都是在长春啊，两位，这非常非常有意思，很熟，应该在家就一块对抗一块练球，在比赛当中又在一起。嗯，我现在看到一个现象啊，咱们这个景耀呢也是更换了球杆，嗯，从这个插脚的这个插花的款式来看啊，应该是我比较熟悉的奥斯本兹，因为本身我自己也在用这一款，不是这款，就是这个牌子。然后现在因为景耀的女儿景思雅也是前面签约了嘛，对，现在呢也是妇女都是在用这个牌子球杆，后把相见非常多。更有意思的是他对手于宁也是奥斯本兹的球杆，并且于宁现在应该也在做这个器材方面一些事情，嗯，但是于宁用的时间要比景耀早，嗯，感觉像两只同款球杆忽然在比赛中出现了，嗯，来自同一个地方，使的又是同一款球杆，对，这杆也是有个解防的一个意识，对，还解下了，解下看看有没有继续再向下攻，看角度白球推下来是有可能会叫到下边的13号右下方底带的啊，一点点角度还不错，白球呢有没有起点轻十打不到了，应该稍稍被挡住，
这杆球还可以调，不过这杆球如果打中带的话，下低杆直接横向的向右边走，中带金带的难度是相当高的，打底带的话要发很大力量向右边蹬，打底带的话角度小，打中带的话角度大，但是进球难度高。嗯，就是这样的，你打底带要发很大力量，你脚都小，一定要发力去蹬。啊，中带呢脚都大啊，而且这个不好进球。这个差的稍稍有点多啊，嗯，而因为后面一个抡大臂、啊，这个、就是像发大力的时候，那出杆稍稍有一点点的变化。本身是一个薄球，对，再加上你有一点变化，没打到。不发力的话，很难叫到这个十号球。而且下低杆，他本意也是撞一下对方球再弹起来。黄一有运气，嗯。这杆球打的本身自由球没打进，但是运球运球这个进攻节奏还是很快的啊，是那这种快是容易导致失误的。刚说完，而且我印象里云英应该是第一次上体育台，从去年开始的分站赛到现在头一次，很难免是紧张的。嗯，景耀这边体育台经验还是比他要丰富，相当丰富。好球，再 K 一下，没 K 到过来红三，再走的话就会漏，啊，还是挡住了。嗯。那要不要翻底带啊？右边翻左边底带，来了。好球。再下来，可以扒中带有下了，那这杆球翻得漂亮。两个人也是比较熟，就是，对，没有什么太多的纠缠在。对，第一局景耀胜，打得比较开放。嗯。在这里感谢北京景点华语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企鹅直播平台、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优泽台球计费系统、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或者登录中式八球网查询相关的赛事信息。第二局云宁开球。本场比赛也是本站第一阶段352-146双败淘汰的一场败部的比赛。犯规。谁获胜，谁将晋级到比赛第二阶段，输球的一方将被淘汰。先后自由球。在今天所有场次的比赛结束之后，在晚间的7点整，将进行本次比赛第二阶段的抽签仪式。
从明天上午的8点钟比赛继续，而且乔氏排名第17到32的种子选手将陆续登场。还可以看到下球点，这个位置啊，就是反复跟大家说的，宁大勿小，一定要推过啊。玉宁这一上来啊，进攻的手感也并不太好。还是不理想。
第二局邢耀胜比分2-0。第三局邢耀开球，双方也确实啊，因为在同一个城市太熟悉了，打得非常开放。对，那看看这场到底是怎么个速胜的一个情况。今天还是一共有5个时段的比赛，在本时段之后是上午10点钟、下午1点整、3点整、5点整，将分别进行比赛。在晚间的7点，进行本次比赛第二阶段的抽签仪式。长台低杆还是有一点大，这个角度过来看看15号最下方啊，单色球球队最下方15右下角底带是不是有够打的位置。白球直接下来或者顶三倒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下左上9号应该还是可以打，不过这个位置白球呢只能下一个左塞低杆这样的一个杆法了，挡住了最少1/3的一个白球位置。稍薄了一点点，这杆球应该再走一些，让打12一推过来15左边底带。打黄一得小心身下。侧了身，这个侧的很大幅度，也知道是不要碰球。没强求。准度还是可以。算打不到了，相当薄的一杆球，而且左边中带的12号这个角度应该是有向上的这个可能啊，
高杆能推上去。这角度稍显大，警告这边也是 K 了一下，没 K 好再勾。鱼鳞的出杆也是非常有特点，运杆很少。忽然一下向后拉，然后就出去了。对。他运气怎么样？挡住了。嗯。觉得已经算是非常准了，因为刚好是黑八那位置有一点点碍眼，而且这杆球解上去之后是将将要碰到对方球。放回连击了。对，这个球3-0，第三局将要胜，比分3-0。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第四局，于宁开球。这杆球炸的标准，白球纹丝不动，中带两颗进球。嗯，看这一般能不能炸轻啊，炸轻炸轻炸已经完成了，而且6-7右下角也是没有挡，能避开5号两库出来，没避开，那中带再过渡吧，可以下低杆，从下面再弹库上去，要尽量避开对方15号。有高杆，这个球还是判断上出了点问题。它本身7-2球那位置是不太用 K 的，准一杆，好球，再来。白球啊，准度还是行，但是白球没有啊。6号，能打，白球又上去了。中杆没有，这几杆啊是正常鱼鳞的这个力。鱼鳞还是打球比较刚的一位选手，
他这个力量还是大的，打比赛台吃亏。有可能直接先上去了，脚屏幕最上方那个弧边球。而有一些向上角度可以弹扣下来，但是这杆球要发力量比较大。角度可能不太大呀，还比较直。右塞低杆效果相当好啊，这杆球的效果是相当好的。嗯，那直接下来叫十就行了，力量放轻。然后再叫中带，简单叫法。又是很直，这几杆球叫位，这个底库的边库球啊，都是叫的很难受。还要绕球台，左塞低杆，一二三四到五库，右边边库，上方顶库，左边的上方边库，再下来。下方有可能还要吃一库到两库，直接刹车球，反塞卸力，这个也难打呀，就算进了，现在也是很难受。第四局秦耀胜，比分4-0。谢谢。第五局将要开始。今天景耀的冲球连续两盘啊，效果都不错，稳稳有球进右边中袋。上方三 K 选二号这个位置呢，右中有可能是被黑八所挡的，这杆球有可能交位的话还是比较单一的，左上方黑八没挡，红三没挡是可以有机会交位。总体来看单侧球位置还可以，左边中带附近稍稍有一些小问题，就是对方14跟15这位置，然后交位上白球左位要尽量避开对方球。这边也是在看，那二号到底右边中带有没有的打，黑八挡没挡，没挡的话像这杆球就可以打五号蹬一扣起来。还应该是不太够的，画面刚才给出来了，二号左上方是完全扣下，可能这杆球
票有一些想 K 球的想法，没带到，还好是七可以再过渡。对，加杆可能是碰了一下球啊。这个球，这个九号，我应该觉得他在考虑十五跟十四应该再多一点。可以摆一个角度打十五右边中带，稍稍顶一下四。这个就是判断上的问题了，他并没有那样去想。有可能他现在这个脑子里还是说。不太平静啊，那警幺就是一七选一杆球轻敲一下做防守，还是上方拼一个长台。想了想，还是稳一杆吧。中带有运气，再看十四，左边还能打。那现在黑八交位的话，只能叫左上方底带啊，或者是这杆看有没有角度过来 K。这么打，这球也没有说想的特别清楚。发力啊，最少走两步以上，再走轻了，再走多的话呢，黄衣肯定左边中带也是有下，现在只能上方底带，这推上去可以叫四号右边中带，角度大可以绕球台啊，走三库过来，或者直接低杆横台。犯规。第五局，云宁胜，比分1-4。
赛不可以免球。我说比赛不可以免球。第六局，玉宁开球。两个人都保持着不错的冲球进球率。那今天这球啊，没有什么太大对抗性在里面。嗯，熟悉是熟悉，不过打的时候还是态度，我觉得有些问题。应该再严谨一点。这样就准啊，黄一过来看一下，十五号没有挡，来稍稍有点过头啊，这个球有可能打红三，叫四号比较直，是不太好叫的，看能不能用一些杆法来去调整，比如说轻推啊，或者是一个比较强的左塞高杆。再走，这角度是不知道能不能碰到这黑八呀，黄一还是有下的，碰了一点点，再走要下低杆了，肯定是要顶六的。好球弹起来，这杆球应该用一个比较强的旋转了。我下低杆的话就要去用左塞，高杆的话就是右塞。第六局全要胜，比分5-1，谢谢。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开球时机，继续接的。这样的话，只有九号吧。有没有运气啊？白球放的位置也是不太好去选球啊。缝隙上方可能是会看到十四号，左上方底带的这样一个线路，厚了一点点。
这球多亏打的是同颜色的，不然犯规了。打黄一，但是先碰到四了。在本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在上午十点整，下一轮次比赛继续。没有。延时。力量稍显轻，还能再推啊，又厚了。这个角度是有可能要带一下了。嗯，七号球这位置最好能给它勾出来，白球不要停里边。嗯，也要往外走，小心掉带了，犯规。这个杆球是刚好 K 得非常巧啊，自由球。球可以摆十二啊，或者是十五。向下不要顶这个十五号，不然就避开。K 了一下。右边底带一个薄球，比赛时间一个半。能推过去叫七最好，直接先把七号打掉。打七往下推一点点，留一个角度，打四可以去考虑一下六号要不要往外带。带到还要再带，依旧是没 K 到。
您很好的机会。这个角度不理想。二号球直接一库或者是右侧两库都可以，脚六号球右下角底带，准一杆中杆弹起来啊，蹬一库就行了。6-1，第七局江耀胜比分6-1。再次感谢北京景点华娱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企鹅直播平台、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优泽台球计费系统、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或者登录中式八球网查询赛事信息。第八局，于宁开球。扎球还是有球进带。又薄了，有没有漏六号球呢？通过一连杆调整，已经把难度球全部化解了。这杆球推杆向上啊，还是要尽量避开对方中带的十一号。嗯。走小了。本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下一场比赛是上午10点。一杆准度就可以拿下比赛。嗯，恭喜锦江获得胜利，朋友们，我们10点钟再见。好的，稍后各位，再见。恭喜。